今天我们经常去讲啊，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政界，政界就是说对现分缘起因果如如不虚的那一份的决定，跟那个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没有自性的那个空性的见，这两个要分量相等啊，不能有轻有重，偏于哪一边都不能这个真正的正见。那么我们也说了，佛祖欢喜的呢，就是说远距的因果果物跟这个这个自性的空间呢，有两个距离呢是平衡的啊，这个是佛祖欢喜的道。也就是我们要证到佛果，要出离三界所必须要具有的正见。那么昨天我们说了这个之后呢，今天我们要接下去还有一点补充说一下，就是说缘起跟这个性空这两个东西呢，它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在因尘派里都有的一个特点啊。一般的假如缘起就被这个空性那方面就会损害一点，假如空性在缘起那方面就要申请一点啊，这都一空就这个要减少一些啊，所以说有缘起的有就把空方面要减成一点。那么我们说的应身派的观点呢，就是说缘起性空这两个东西呢相互相成，以多少对缘起诸法的决定呢，对性空与诸法分的帮助啊，这个缘起的决定就助于性空的决定，性空的决定反过来对缘起决定也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多少的帮助就看你多少的决定啊，这个是我们印证派的特色，也就是最高的佛说欢喜的中观之道，应当是这样子的啊。佛这个受记龙树菩萨提婆他们继承的这个佛界最高的一个中观界呢，就是这个。那么我们中原卡巴大师啊，也继承了这个龙树菩萨龙树提婆他们一贯传承下来的中观境界。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检查我们中国这些升起了到底圆不圆满呢，要去看你这个这两个方面啊，对缘起的了解，对空性的了解，两个是不是在同时升起的时候会有矛盾的出现。我们前一刹那先行缘起的决定，在后一刹那升起空性决定，这个得到了，但是同一个刹那这两个东西一起的时候会不会有矛盾。如果说同时现起缘起性空的时候感到有矛盾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见呢跟佛的理义呢还有距离啊，这个就是还没有得到真正佛要求的这个高度。一般的宗派啊，他这个缘起这个性空呢，他总认为是缘起的升起之后呢，性空方面要解说一点，性方面做立之后呢，缘起方面呢要审视一点啊，它两个呢不能同时的互相的增上。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他们不知道缘起呢从思索地方面说的，性空呢是生理地方面说的，只不过同时思索地呢，但是一个有一个空呢是矛盾的了。但是我们说缘起的有名言有呢是思索地方面说的，跟性自性的服务的是生理方面说的，这两个没有违背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生理的，所以说这一方的决定对哪一方的决定的不但是没有相违，而且是互相相辅相成，有互相相助的帮助的啊，这边呢得到多少决定，哪一方面也得到多少的帮助的，产生这个多少的决定。所以说呢，从因尘派以下的那些宗派呢，他们认为这个缘起性空有一定的矛盾的，是因为他们对思索地跟生理地呢两个不能分离开来看问题，他把混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产生这个混淆的人很多，就是说有的人我们前天都讲了嘛，像是断定的人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的，三法也空，佛法也是空，因果也是空，成佛也是空，做地狱也是空，他就把这个
剩余地的自行空跟市场地的林业油混在一谈，最后呢把林业的油也取消掉了，最后呢是空牢牢的什么无数之事。那么到五十月呢就反正血气很多了，这边散发放下之后，自然呢就反正化解会升起来，这样子呢造成它将来做大。这个坏元气的空叫断的空，也叫做恶趣空，就是引到恶趣的，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深坑啊！我们一定要修行的时候呢，修空间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就是说要了解这个空性是身体的方面所在，而这个元气呢是思想的方面的免疫的由啊。身体的空不妨碍免疫的由，不但不妨碍身体空，空它的自信，那么就是说免疫里面的由是只会这个允许的呢啊，空它的自信呢，这空它的自信没有空它的名言，那就是说名言是有的。那么说这个空言名言呢，有呢，这两个呢要把两个气分开了呢，就不会有什么矛盾的啊。所以说我们假设说生理地的空对名言的有，如果同时观的时候感觉有矛盾的，这个就是生理地思想地的啊不被我了解，那么对于佛的正确的圆满的名义呢，他没有透彻，那么这个还是不够的啊。虽然你知道是把自己空，也知道因果的不谬，在缘起上因果不谬，但是不能同时的现起，那个还没够。那么我们说这样这么够的呢，就是说不是交替的，一看有缘起，一看又常常有性空，不是交替的，而是同时的。一方面看到这个缘起的不虚无，就看到一切法自性，一点自性也没有，自性空同时的现起，这个很困难啊。一般说呢是佛的后的智才能有这个功能啊。这个在一个刹那里边要圆一个心，要圆两个气，同时圆生理气又圆事业气，这个在反复说来呢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中观戒律呢，要经此理解了，真正正道的最高的境界呢，所以佛才能做到。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甚深空性呢，也就是指这个空性的，不但是正道是非常困难，圆满的正道最佛才可能，就是要理解它的道理呢，也是很困难的，甚深非常的深啊。那么这个甚深空性呢，在我们佛教里边的各个派系里边，只有隐尘派才能够达到这个高度，也就是说佛真正的远一点，这个圆满的这个原因能够圆满的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我们能够碰到这个圆满的世界呢，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五十以来在三宝面前陪了很多的佛，在宗教师释迦牟尼佛宗教师面前陪了很多佛，才有这个因缘这一辈子碰到这样殊胜的一个法门啊。这个我们不要把过去的善根辜负掉，应当再接着一点好好修下去。那么我们在能够知道清空跟缘起两个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事物上安立，不单是不相矛盾，而像物相的有相互相成的功德的话，这个我们是达到我们空性正见的标准了啊。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出离心的标准说过了，菩提心的标准和高的说过了，这里就是说空性的标准，这是一个合格的标准，就是这个。那么这当中呢也是一个60分了，如果满分呢也得佛才能达到了啊。那么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呢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这又碰到这样殊胜的教理，直到我们才能够从这里边慢慢的去得到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圆满的教理的话，我们也听都没听到这个理解不足深切了啊。所以说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同时在一个时间里边，又知道它是自性空，又知道它是因果缘起如如不悟，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那么打个比喻了啊，像这个我们这个经常是个老人了，老人就是不是小孩子，小孩子呢他看到个事故呢他会搞错啊，就是老人看到个镜子照个人，
一个镜子里面人就像出来了，他看到那个人样子，马上就知道这个不是真的人，这是一个像啊，这个里面没有实在人的。啊，那个时候小孩子就不对了，小孩子看到一个镜子里的人，他就抓了，给他打招呼去了啊，那就是他还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姿色了。那么成人呢，或者最丰富境界老人呢，他不会搞错了。他可以同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人现出来，就同时知道这是各种因缘火化了有的，并不是真的人在里面。那么这样子呢，也就是说，一方面知道他现这个假的像啊，像是现了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一方面马上就知道他是因缘火化的真的，因为有镜子有光线，有前面一个人在里面，所以镜子里就反射是一个人样子，这是因缘火化的其实假象。并不是真的实在的人。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理解性空间、真空间的，就是在一刹那之中至少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立刻是它是性空啊，以这个比喻来比喻，那么还比较恰当的啊。那么我们借此过程中在缘起的一边马上知道它是没有自性，在不自性的空性当中，那么马上可以引发说它里面可以产生不变的因果分明的缘起，这个就是佛真正的圆满满意的这个中国的见。也就是说佛受集龙树菩萨继承下来的那个吧，中国的正确的圆满的见。那么我们的中国大师呢，也继承了龙树提婆的这个见呢，在发挥出来告诉我们啊。那么下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最殊胜的这个见呢有什么特殊处呢？一般说我们的像这个宗教呢，就是断离开断肠而变了，从说缘起只是断是那个断变啊，因为它的缘起是有了，那么它不是断了。又说这个自性空是断了肠啊，它是已经空的，没有一个自信，没有这个常的自信。那么一般都这么说啊，其他的佛教的宗派都这么说。但是印尘派里边呢，特殊的，他觉得缘起里边不但是可以除断见，也可以除常见。在性空里边，不但是除断这个常见，也可以除断见啊。我们这个下面我们就要把这个道理呢，略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知道缘起的有啊，缘起是有了，那么这个缘起有呢，他马上就知道他是没有自性的了啊。但是除断边是一般的宗派都承认的了啊，都有的。但是我们的缘起的有啊，他就不是这个自性有，那么就是以有来除有边，除常边啊。缘起的有是因缘火化的有，是家有，不是自性的有。那么这个缘起呢，也会除这个常边那一边，没有自性的啊。那么在这个空性来说，它是自性空，就是说自性的空的，名义里边就不空的。那么这个空性呢，也会除断边啊，名义也是有的嘛。并不是说名言没有了，他断的是除的是除自性嘛，生意局里边的自性要除掉的啊，但是名言里边的加油并不是排除。那么这个自性空呢，也会除这个断见，这样子每一个缘起也好，这个自性空也好，都能够既断常边又断断边，这样子的特色只有印尘派就是最高的纵观界才有这个功能啊。其他的四种派以下的都只能有处断，空的处长啊，是这样子。像这样子的双观的处呢，这是一种特色。一些法啊，它什么叫自性？没有自性的，这个我们上一天说过了，这一次再强调一下。一些法离开因缘的话，他自己独立能够存在的小自性，这个自性任何一个法都没有的，不但是生理体里面没有，
在四川里边也没有的，就是说离开一些法，离开一些因缘，他自己能够成独立存在，有这么一个自信的东西，是从来是没有的。啊，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一个，就是说自性空跟这个毕竟空，自性空是空他的自信，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了转境里呢，他就把自性空呢扩大到一切都是空，那么一切都是空，那你就是眼睛睁开的那么多东西，你到底看到什么呢？这是不是那个否定现实嘛？啊，一切什么空就是视觉理解空掉了。如果是自性空，是空它的自信，这身体的元气的油并不排斥的啊。所以说你把自性空那个扩大到一切法都是没有了，那就是搞错了，就是转空去了。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的名言有，在名言假安立的法，元气的法是有的，但是呢，它不是自性有，就是在生理里边它并没有自性的啊。在名言里边、世俗里边有假安立的那个自那个东西，那个法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讲有讲空呢，一定要分别这个自性有跟名言有，自性空跟一切空，这两个要搞清楚。如果这些名相不搞清楚的话，就在我们这个学法呢产生巨大的混淆啊，就会落入断杀而颠，而最危险的就是断别。断别呢，就是会这个一切因果都抹杀了，都无因果了啊，那么就乱干起来了，烦恼起气很重，一切都发起来了，那最近是下不去的啊，这不去碰，这是最危险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因生它里边的，就是说一常分、一现分，就是说一缘起出常边，一空分出转边，这个是特色啊。这个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它这个自性的常是没有的了。缘起嘛，加因缘和合就产生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因缘离开了吗？它就没有了吗？所以说自性的这个常的自性是没有的。所以说就在缘起的由中间会出场边，那么正因为它是自性空，它不是一切法都空，一切都空掉的，所以说呢，在空边里边呢又可以出了转边，这个是印证它的特殊的一种特征啊。如果达到这个高度，我们也得到印证它的正法界了。这是我们要介绍的啊。那么正法界的印证派正法界得到之后呢，那我们也这一切法的这个解释呢都可以自在，不会走得阻挠了。那我们在跟龙树菩萨的一个中观论里边有些话，但是一有空一过一切法的成，因为有空的道理，一切法缘起法才能体现出来。就是空有两个呢相辅相成的，因为更有空的才有缘起才生得起来，这个我们想想也很可想象的。如果一切法不空，都有自性的，像是镜子里面你照一个像，他有自信的，他把镜子摘了，你第二个人再照，去照第二个人就照不出来了啊。前面这个像有自信不动的，他不好看。那么我们这个没有自信，你把这个镜子拿过来，第二个像照样照出来，第三个像一样照出来，镜子还是有这个功能。那就是说，因为它是空心啊，所以一切法都会现出来。假设不空的话，就僵化了啊，现不出来了。像这个中观论里边呢，像这一道里面的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心经里边大家都经常念的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道理当我们学了中观经之后也就是很好的理解了。色即是空，色当前的缘起法，它自性是没有的，就是自性空啊。空就是，那么空即是色呢，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色法的空性啊，它所体现的就是色法的自性，它说这个是空的。那么这个空性呢，就是这个要这个色法啊，它从这个它自性空了之后所体现的空性，那就是说色就是空了啊。那么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道理呢，以缘起的道理来看呢，是很有理解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很多的错误的解释就来了。我就经常提这个公案，我们在温州住的时候，在庙火寺后面有个
一个什么山，一个山啊，叫那个有什么山还想不起来了。这个山不高，下边呢里边七公之也有，野兽叫传教的有，火雕图弘扬佛法的有。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这个山上面他告诉我，他说有一个人在哪里弘扬佛教了，讲心经，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这么说呢，他说我们来个锅，烧一锅水，这个水没有烧之前，一锅水满满的，你把火加进去一烧，慢慢水烧下，最后这个锅就空掉了，水不见了啊，它是个色，就是空了。这个我们想对不对啊？当时色即什么东西？色即是空，我们说色即自性是空，当下水现的时候就是空，因为水是缘起佛法的生的，它的自性是没有的，是这个。他昨天把水烧干了，过空了，这个水就是空的。那么我们试问问看，这个水化的水蒸气还在不在？空气里面还有水气在，这没有空掉。仅仅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感觉得到，空气潮湿的气体有，并没有空掉，并且这个液体变气体了。这个顶天大家画了一下，这个物质还存在。所以这样子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那是荒谬极点的东西啊。所以说很多不理解这个空性的人呢，他所讲的道理呢，有似是而非的就笑话脸皮的都会有啊。那么我们根本的道理原则掌握之后呢，像这些呢就不会再出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讲到现在呢，就把预热的把这个我们修行的最重要的东西给大家三天之内已经讲了一些了啊。那么当时几个杠呢啊，但是呢极重要，那就是说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处理心，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真空的正见，这三个东西有了，一切法都是佛法，管你做什么啊，一定要把三个东西加进去的话都是佛法，只不过你这个三个东西除掉了没有了，那么你一切法都不是佛法，哪怕你是修佛教里的什么七门名典最高的我在修什么东西的佛教里边经济有的法，就是七公是出来的法，他们虽然呢出了佛教里的法，但他们不是佛法，为什么？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也没有中观的空性见，所以说要衡量是不是佛法的话，就把三个东西拿起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三个，如果有这三个东西呢，那就是佛法，如果没有的话，再高的话他们拿去了也不是佛法啊，因为他的佛教的命根子给他抽掉了，那就是其实留下的外道也能利用了啊，一样的一个禅定，外道也能用来修他的外道定，我们佛教也可以来修佛教的佛陀定，但是你把这个三个重要抽掉之后呢，那就是佛教的气味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呢，昨天也修这个最高的法，什么诸佛定啊，什么圣元之地啊，打手印啊，打圆门啊，也跨进佛门呢，就想把最高法定拿到。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这个三个法没有的话，管你拿到什么法，都不会起佛教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应当是这样说了啊，如果我们要修佛法的话，这三个根本的东西呢，一定要把它抓住，然后你才是佛法。外道偷了佛教很多的修法出去了，但是这三个东西他出不了，为什么？他不要嘛，出离心他要的就是世界那些名誉地位呢，那些长生不死啦，那些东西，他不要的。菩提心叫他牺牲自己救济众生，他可能做不到。这个真空的见，他梦也梦不到。那么这三个东西呢，他们怎么用？如果他们把这个宝贝吐去之后呢，那就倒好了，他们也成了佛教徒了。我们就是高兴的很，很多外道就转向佛教了。偏偏他们偷的就不是这个三个，而一些想到这个秘密修法什么东西，他们都要偷。这三个东西他们就不偷，那么他们用的是外道啊。如果把这个三个人们接受呢，我们就欢迎了啊，他们就慢慢就转化成佛教徒了。那么这几年我们好像，既然我们知道三个东西得到之后，
那么这个三个宝贝呢，好容易精神有幸碰到这三个宝贝呢，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它放下，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就把这三个东西从文字修把它巩固起来，把它这个深刻起来，最后呢实现起来啊。这里我们就是说要重点的给大家再重复一下文字修理这个三个东西。开始我们从新教里听闻到的新界这个认识啊，这是肤浅的，跟我的自己的身心是隔了很远的一个距离的，这是我的自见，我认识到了自己之间呢跟这个东西差距很远。那么经过四个阶段呢，就把这个差距缩短，把自己思想呢尽量的靠近这个这个佛的这个认识，佛说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认识，把它靠近起来。那么最后呢，进入定中去修呢，就把这个东西呢变成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就对了啊，就是转变思想，就转变成功了。所以现在决定要经过这个三个阶段，而最有力的转变思想的阶段呢，在修里边，也就是定中里边。那么这个定从何而来？我们说外道的定呢，它是可以从这个婆罗门教，也就是从他们的修四点禅定也可以得到。这四点禅定呢，也要理啊，才能得到四点定。而外道呢，他们借鬼神的帮助呢，得到的邪定呢，那就是很比较容易了。鬼神的这个加持他之后，是他能得一种定的境界，也可以去通的以及功能啊，这个不可取，不是自己的啊，是人家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些气功师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么一个喇嘛啊，他是很有名的了，他们一定去拜见他。结果嘛，村中一个老大哥，最老的最大的一个，是他们认为气功师人中最大的那个，他们推敲出来一个事，结果那个喇嘛就说了，你这个是外来，不是你自己的。但他说怎么不是我自己的，我就看到都是我自己的，我要他怎么变化，怎么都可以起来。他就做了几个手印，一个感觉没有，这个就是手印，这个感觉没有，三个手印都是外来的啊，那是自己的造诣感觉。那么这个就是体验到气功师的那些整重呢，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外边的大力鬼神加持的。一旦那些大力鬼神消掉了，他的功能也就没有了，最这个明显的张红宝了，他就没有了，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这个佛教徒呢，就不要求外来的东西了，我们要自己把这个自己的那个功能生出来，那么要产生这个薄弱的空性的慧呢，不仅要从定里边出来，那才能起作用，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啊。那么这个定如何来？我们从戒来。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要得到薄弱的空性慧，还是用这种戒下手。那这个戒呢，是我们说一切菩提的本呢，根本的东西就是戒。我们要了生死，要这个断我执，那么一定要从戒下手啊。那么有清净的戒，从戒入定，进入到根里，然后呢从根里面做的是定，定中去熏修，把这个薄弱智慧熏修出来，这个空性的慧才能出现。所以说我们要着力于空性见的出现的话，也就像开悟的话，见是必要的啊。如果没有见的话，那就没有慧啊，没有定，没有定的话，慧也出不来。所以说我们修行的人呢，应该着眼于我们的起点，不要想过高的攀援，一要向这佛入慧，那你说开始下手就是从见下手。这个见在家的五戒八戒，出家的沙弥神戒第九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这个要好好的收持啊。如果戒里有亏，净生不了，佛的这慧是没有希望的。那么我们这个机缘是这个叫什么的啊，也是一个什么戒法常识，戒法法师啊。那么我们这个自己名字很好啊，戒创啊，把戒的创树立起来，
那么呢，我们在做的这个建创的法律里边呢，应当呢有这个天然的义务，把建创树立起来啊。希望大家好好的把建治好，树立建创。那么以后的订婚呢就在手中啊。前几天方丈府长带我们去看订婚仪式，这个太好了啊！这两个是上下院。 又是建又是定又是会，这建定会我起来一切，佛不离建，那个真佛离建都会产生，一切烦恼都会断除，甚至了得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要达到的处理三界了，圆融菩提了，那就从这个根本的建立会下手了啊。这建呢就是根本的根本，有了建才有定，有了定才有会，所以呢我。 这一次呢，到这里来跟大家提个愿。这个甚深的法本身是很肤浅，讲不好。但是呢，我在事先每一注经都提到重大事，我前念的那个就提到重大事了，不要讲错。在不讲错之下，每一位听到了这个法界金刚种子，将来的这个金刚种子呢，都有一天会发芽，啊，会长苗，最后的开花结果。 所以说这一次呢，虽然是讲了匆匆，马不及三天，但是呢，其实作用呢，有希望本来是三根成熟的，会马上就开花结果；如果三根还没有太成熟的，至少金刚种子下去了。这个种子下去之后，将来不论是会，都有一天会结果啊。那么我们做人发的心，出离心也好，不离心也好。 都会埋怨啊。那么今天呢，因为好像安排一些，不是啊，就是说有些希望加持一下了。那么我们时间呢，就要多凑一点啊，因为人口呢是比较多了。那么我们讲经呢，就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